做过吧台，做过什么？freelance 的感觉。会不会你说照片跟他差那么多？这个是才两年前啊。他是说，已经开始论了嘞。对对对，老师开始，你那个怀孕人物，那个，六月号有洪瑞强专访，我下个礼拜拿来给大家传阅。好，老师，那你再拜托你签名。好。对。那但是因为因缘机会是在破报，破报现在收掉了，在破报看到环境资源协会征求了，破报什么？兼职，破报兼职。破坏的破吗？有一个叫破败。以前那个世新大学办的，但是后来亏钱收掉了。世新大学他们传播学院有办两份报纸，一份叫立报，一份叫破报。立正的立。有立也有破，有破也有立。那破报是属于比较会，在十几年前的那个时代是属于少数有固定发报纸，而且都是专门报道比较。边缘比较弱势的题材，那我在那时候就看了环境资讯协会在征求新闻翻译，那新闻翻译的工作是每天要做4到5篇的环境新闻，都要看内容。那其实我对环境一点不熟，大学是念心理系，那所以在翻译的时候其实。透过翻译做了很多功课，等于说一个名词大概知道它的意思，但是要怎么用中文讲，我就查了很多中文的资料。那每天都这样做功课，就觉得这很有趣。就是说，其实本来就会觉得我们的环境有一些问题，但是不太知道该如何采取。然后我也不是那种很热血的那种咖，就是说会去人家要去上街头或什么的，我都会参加。那我比较没有那样子，但是我看到，从翻译东西可以引进很多讯息。那国际讯息对我来说比较珍贵的是说，第一个是看到很多公民行动的确有结果，包括是利用游说，或是用街头，或是用司法的力量，那像最近大家可能听过美丽湾，或是中科的议题，都有用司法去。替环境或是替在地的那个居民发声，但是在10多年前，环境运动是没有这个层面，没有司法层面。那但是我们翻译的很多，那再来是，能源方面的确就可以看到国外有很多替代能源的实践案例，还有就是生态方面的确也看到很多政策面可以既支持经济又支持生态的一些政策。那这个，这是社大师工拍记录照，谢谢大哥。那我们继续。那这个东西对我来说还影响蛮大的，等于是说每天看这么多资料，我觉得传递这些讯息对我来说是很有成就的。然后再来是那时候开始网络慢慢的发达，就是越来越多的民间团体是利用网站来。分享他们的观点，或是分享他们知道的资讯。那我一个就是不学无术的人去翻译这些东西，有一个平台让我去介绍这些观念，对我来说很有成就感。所以我就这样慢慢的就这样沉浸在这个环境的领域当中。那一直到现在，那因为对国际性讯息还是很。心有独钟，虽然我负责的范围不是这个，所以我也争取一些国际现场去采访的一个机会，像去参加那个气候变迁的谈判，或者是那个巴西的永续发展高峰会，这些东西都让我觉得是，就是我们可以有机会把一些台湾没有的东西带。那现在有小孩，快5岁，4岁半，我已经忘记他5个月的样子。那这是我的背景。那现在我在这个课，从开课到现在，我的担任的角色一直是属于类似是导师的角色。因为虽然是我们协会
出来办这个课程，但是没有，我们其实我们的经验还不是属于那种在报道写作方面，还不是属于那种每天冲现场那种专业记者那么高强度的做采访报道，所以我们经验还是有一些限制，所以会这个课程里面会有很多其他领域的老师，特别是在已经是线上的记者来当授课老师，那我是属于导师的角色，就安排一个机会，然后让大家有机会来接触这些。那我们两学分的课总共要安排12次，但是其实室内课我一直觉得是不需要太多，因为我们这个东西真的要邀请大家变成公民记者，其实他的实作是比较重要的。那常常大家听很多，但是就是那个下笔的那个第一篇文章迟迟生不出来，所以在最近几个学期，我把课程的重点有调整，就是室内课就上几次就好，那其他的时段我们就并入户外的实作。那户外实作就是去现场听看人家怎么说，然后练习在现场就直接做记录，然后在现场就直接写出一些内容，然后呢再直接把内容写出的内容回馈给我们受访者，是希望这样安排。所以今天我们 做一个起头，以后再来是第二周跟第三周连续上课。第二周是现在公共电视环境线的记者，他是做即时新闻的报道，是林静美老师，那他在公共电视也做了10年了，是环境线很资深的记者，那最近出了一本书，把他的做记者的经验汇总起来，大家怎样可以边传阅那主要就是他在里面写他报道的实务，那我们希望邀请到他亲身说法。那第三周呢，就是苏林，等一下我秀几篇苏林写作的作品给大家看。好，那苏林也是从公民记者慢慢的变成，就是他本来是属于写心情文章比较多，那后来慢慢的去写现场的东西比较多，但是到底怎么样去跨越那个分野，个人书写跟公共议题书写，就是梳理，希望可以分享这个部分。那第四周我们就休息，并入现场。那这个现场实作的时间跟我们跟各位报名的时候可能有点不一样，我是前两周改，那时候发现我时间写错了，应该那个本来写的时间太早了，可能我们还没有听太多就要去现场，不太行。这部分有那时候填的时候有点糊涂，那后来就把它改成是10月31日到10月1日，也是看看大家底下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两天，那它是6日啊，6日两天了，对，要去住在那里，我们要到六轻附近，六轻，卖寮卖了，对，没事。那再来，第五周。上次那个不是在这个场合，是由资深记者李克强老师。那苏林有在大声公的 FB 社团里面，把李克强老师也加进来，还有分享他的脸书粉丝页，那大家也可以透过脸书跟他互动。那第六周休息，也是时段的并入现场实作户外课程。那第七周是 PayPal 的影音讲师，大家为大家补充一点影音方面的那个做法。那这个影像记录的课程会包括静态的跟动态。那环境资讯协会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还是静态的图文报道为主，动态的还没有发展。但是我想各位可能会有些同学有兴趣，还是请 Pedro 讲师来讲这个部分。然后再来第八周不用了。那第九周公民学程周是属于，因为大家还没有社大的经验，那社大的传统就是第九周是公民学程周，是属于
那个安排一些比较公共性的课程，然后班级打算去填写说到底要上什么公民课，那不一定要在礼拜二，各位可以选。那这个东西算时数，到时候那个保证金的退费呢，会把这个学习课如果公民都没参加也会算去，那大家就尽量参与。那其实这公民周对我们来说比较意义不大，因为社大其他方面的课程比较是属于比较像才艺班，那所以学校才特别安排公民周，让他们每学期都强迫他们去接触公共命题。那对我们来说就还好，我们每堂课都是公共命题，那但是大家还是可以去接触不同领域的公共命题。然后再来呢，10月30号到11月1号，对，这个就是我没有改到，应该是第一天的上午跟第二天，那这个是上学期的时间，我没有改到，抱歉。第一天，我目前这个现场啊，实际的现场还没有完全谈定，但是比较确定的是以六星为目标。但是六星那边有几个现场是蛮值得去，一个是在地的一个团队，叫做自从六星来的团队，他们驻守在麦寮。那因为最近有关于这个六星影响学童健康的议题，然后还有就是云林县政府利用地方自治法的权限，就是去限制六星燃烧石油焦油。但是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政策呢，昨天被环保署宣告无效。那这个话题，这是一个中央跟地方政府之间的属于政策角力的话。但是一开始呢，云林县政府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政策？就是自从六星团队他们一直在游说，从之前在选举的时候，选县长的时候，他们就一直透过公民联署，让那些县长候选人感受到有这样的压力，要去探讨这个问题。那选后政府换成民进党是比较偏在环境政策上是稍微支持一点，所以就直接有做成这样的政策。但是现在跟环保署又有联系，那有这个话题，那我们想说去那边。第一个选项是去看看这个团队现在还在努力时，然后我们去记录这个团队的努力，把他们的努力报道出来，把他们在意的事情报道出来。那第二个选择是我有选择，就是去云林的北边，我们这个麦寮是在云林的南边，那云林的北边是属于彰化县大城乡的台西村，那个村虽然不在云林县，但是他们离云林非常近，离六星非常近。那他们一直有，就是每当那个风向是从南边吹过来的时候，他们一直有那个空气污染方面的风险在面对。那之前有蛮深度的报道，针对他们这个健康风险的问题，是PNN 的公民新闻。PNN 公共电视 PNN 的记者钟胜雄，他有去做一个专题叫南风，那后来南风也办成摄影展，还有出书，但是现在他们有一些新的行动，就是他们采取司法行动去控告说他们居民的健康问题是六星要负责。那这个司法行动现在好像是上个月刚展开了，那所以我在想说第二个选项去我们考虑去这个地方，但是还没有谈到那么细，就是说因为涉及到住宿还有在地的人有没有能量帮我们做导览，让我们访问的这个问题需要去安排。那在麦寮有一个问题是住宿不是很理想，上学期去住他那边的庙，我们是去那边庙妙处，但是他那时候在整修，不知道现在整修中怎么样。那时候在整修，我们被迫去住比较差的房子，有
同学还皮肤过敏这样子。老师那边没有饭店吗？没有，但是有，应该是有民宿在去那边。那住庙是一开始住庙是想说第一个省钱，第二个是比较接近那边的名气。想说如果有机会可以跟庙里面的人聊一聊。你说苗栗跟那个奈良那边有庙，對對對，那你们上次多少人去？上次十几个。那早上是怎么去？是自己去坐高铁还是怎么去？我们就是那个自己出车，自己跑去就对了。对，自己拿车来供。我们自己出车。那个不用担心啦，就是我们会选出活动，然后至少两位负责那次的活动，对，然后所以说我们回去既然要当公民记者，还是要宣传回去那个，等一下可以搜出去那个 Facebook 搜寻环境大声公公民记者，好，先加入社团，加入社团之后，对，然后你就会看到过去的记录，对，等一下我们填一个通讯录啊，对，填一个，对，我新的。